好了，各位，有没有？正头集结中，假日就是要动动胎，还来送哦。高氏圣王堂啊，哦，开始走，开始走了。阵容超长的啦，看看谁来了，这是今天的重头戏之一啊！这是我们大哥领军的嘉义三海顶，平等是家长。
港乐时阵，港乐时间才鼓声响起来。不是才刚入庙而已，怎么山海镇他们走出来了？跟你讲，我现在一路一直跟踪他们，我们到这个保安宫保安路这里。哦，家将他们一定是想要吃饭的，家将们懂吃，翁金那边最多美食了。哎，大哥，咱今晚要吃饭哦。无，咱今要来保安宫参香了，咱就要吃一个。全台白龙安卢良应新堂，卢卢良应新堂，伊嘛要当个参庙，我两阵会烧烧慧君。哦，慧君就是要来。咱两可怪都因有做官，我老做官都啊，各自台南古镇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这一顶做官也很有看头啦。他们快快过来了，他们快过来了。对 对, 對。哦，我想讲咱要食饭啊嘞。哎，现在下午一点了，前面又是王宫美食街，阿袂食，足艰苦的嘞。所以说这是个额外的行程啊，刚好咱转台北龙安卢龙应新堂今天有出阵，然后他们两军要在这边相会，哦，然后互相切磋一下技艺。哇，欸，在这个大路口啊，突然干嘛？有一台要过来的，那里还有一台要过来。哎，哎，专业的，你们的警防酒。我看他们这个还没有接到管动。红绫披架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在那边在那边，来啊来啊来，哎来啊来啊来，前面看到是卢良应新坛呐，在转台北龙安呢，哦，两军要交汇了，哦，啊一样是家将，它不一样的地方，庞阿来应该都知道，哦，这跟这个派别地区有关系，跳的方式会不太一样，啊等一下他们会牵那个。就刚啊，跳起来那个画面，不知道会是怎么样。哦，山海镇这边浩浩荡荡要过去了，听说有外国人混在里面，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？我看到了，外国人，外国人嘛，这明星明星啊，常常在拍照啊，不可以笑，要严肃。哎、欸，只要在这个海岸路大路口交汇啊。哦哦哦。两边的八爷交换。山海镇八爷到人家的阵容里面去，旁边那个外国人，哎、欸，这摄影师什么？
哦，又交换回来了。哦，两军交汇，切磋了一下，现在要各自前往各自的地方了。哦，靠腰跑太慢，我现在卡在绿灯的路口。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卢良硬心堂他们的跳法。他刚刚翻跟头，没有拍到。哦，结合了一些武打的动作，哦，从刚刚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用结合很多那个武术。这七爷是外国人啊，就是很常在庙会上看到那个外国摄影师。